哦，这水底真的很漂亮，超级漂亮。那个罐子等下点上去了，即兴的小鱼，我这个底下应该。长大的，因为底下应该有长，好不好？朵鲈鳗的，动身不动。
那个山壁都有洞啊，可以躲雨。是有混有卷仔，马狗。今天就到此结束了，摄影机有一点点小问题，你看一下，哇，有一条。
应该躲不少鱼。这石头下面可以躲鱼，不错。